我们这两天他已经都话都讲不出来，尤其今天根本就不能讲话了。他前几天有录了个影了，对，担心的还是小孩啊，还是小孩嘛。我们也是担心小孩啊，他其实最担心就是小孩，当然也担心我们两个老的啊。 不要再哭了，你哭了，我也要哭了，拜托你不要哭了，好不好？放下，放下吧，好不好？我们已经跟他喊了多少次了，做他回去的不好意思了。 干嘛的？啊！谢谢你们辛苦了，我们没有心情讲话。嗯。对，刚刚下去就先送到一冰的那个冷藏冷冻库，嘿，那我们交给人本去处理，嘿，刚带走了，那。 他们的平辈的人送他过去，我们就不便过去了。明天可能才能整理好他这个他的灵堂，是不是？那可能后天才开始开放，大家过去。我们这两天他已经都话都讲不出来，尤其今天根本就。 不能讲话了，他前几天有录了个影了，担心的还是小孩啊，还是小孩嘛。我们也是担心小孩啊，他其实最担心就是小孩，当然也担心我们两个老的啊。不要再哭了，你哭了我也要跟。 哭了，拜托你不要哭了，好不好？放下，放下吧，好不好？我们已经跟他喊了多少次了，做他回去的不好意思了。